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朋友们如果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别看呢，我以后给你写日记，我对你关心的。你别推我，我确实做的不够，我真是不知道，没记清你啥叫生日。我把这本日记留下来，我以后我慢慢看，好不好？哎，老胡，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哎呀，今儿太好了。老胡，你坐下来。老胡，你让他，你坐着，来坐下，我跟你说说实话。来，老胡，你坐下，你坐下，我想跟你说几句好，认认真真跟你说几句话。为什么没告诉你？我胸怀不够，心眼小啊。小燕从上海来，跟我就这么风风雨雨的，我都没太在乎，我没有你那么细心。今天我感谢你，是你教育了我。你给他刷钱，你对他那种关心，是一般男人做不到的，也是这些年小燕失去的。老胡，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他补救回来。谢谢你，老胡。老哥，老胡啊，对不起啊。老哥，我没有。小燕是个好女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不能跟你说明的原因，怕伤害你。但是今天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们需要向你学习。在过去，我一直不理解，当你拿起这本日记的时候，我觉得小燕应该嫁给这种男人。我，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的情也真，你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Thank you.
火红的彩云借走了太阳，多情的星星捧出了月亮，轻轻的河水在潺潺流淌，天边的野花在倾吐芳香。秘书啊，按理说咱俩还有亲戚呢，我是王云的表弟宋晓峰。啊，宋晓峰啊。对呀、啊，我听王云一说过。啊，你好。啊，你在这接孩子呀？啊，对呀、啊，你也接孩子？不是，我还没有孩子，我和青莲正在要呢。那个孩子还得多长时间出来呀、啊？嗯，还有十分钟吗？还有十分钟呢。啊。那个，哎，我能不能耽误你七分钟时间？采访采访。采访我？啊。哎，保安室聊，真可以。风兵，冯正，你在这当保安的啊？啊，是。那啥，你跟你去回避一下，我和香秀在这单独聊天。你。你们聊你们的呗，我在这没事儿。我是说你在这待着不合适。你看，你看你到我这地方来了，你说我在这待着不合适，你这么说话合适吗？那我给刘大脑袋我姐夫打电话给你开除了，你觉得你合适吗？啊、哦，那你俩聊吧。那个没时间限制啊。这小，钱坐坐坐。嗯，好。坐坐坐。咱俩出去聊。出汗了。那个啥，秀儿，我呢现在是做那个直播行业，就在直播间呢，给粉丝们讲讲这个线下站的爱情故事，好让他们对爱情啊，有经验，而且对爱情有美好的憧憬啊。我想问问秀儿，你有什么故事，帮我推荐推荐。我。我的故事没什么好推荐的，你也知道，我这离婚了又结婚，然后又离婚，其实我就是个悲剧人物，就是个反面教材，别采访我了，没啥意思，真的。其实就是作为亲属呢，我对你的遭遇啊表示沉痛，不是，表示这个同情啊。那个以前呢，就是比如说初恋。那都记不太清了，太长时间了。这忘了？啊，就这么美好的事你也能忘？你是初恋太多呀，还是时间长了记不起来？你说啥呢？啊，对对对，不好意思啊。那我帮你提醒啊，你是不是跟那个永强还有过一段？我这是听别人说的啊，我说后来你们村的。说永强啊？对呀、啊，其实我俩呢，当时就是定了个亲。啊，那我记一下，您脑子成不好使，记一下，就曾经你就是订过婚，是不是啊？他订过婚。总之啊，谁的青春都是一场遗憾的合集，
可是没人会放弃，因为没人会一直不顺利。老伴儿，你过来。顺风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整完咱们家，整老的就整小的，现在你看给永强小梦拜生日，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希望香秀早日走出低谷，变得快乐又积极。香秀加油。你这孩子没啥话说，我现在找他去。哎，那别给人打仗。哎呀，你别管了，别打仗啊。王文书来了，不对劲儿啊，好像生气了。王文书，你咋来了呀？小凤，我来想跟你说个事儿。啥事儿啊？我觉得呢，你这个直播呀是这样啊，咱们呢不能有的说，没的也说。说咱就说人家点好事儿，别说人家那些不好的事儿，你会影响人家家庭和谐，你这不好。我最近没说人家事儿啊。你是没说我家的事儿，但你是不是说香秀的事儿？是不是采访他了？啊，对吧？对啊。完了，香秀唠唠唠说跟我们家永强又搞个对象，完唠唠一说搞对象，完他还哭了。你这啥玩意儿啊？你说你想想，小萌看了这个，他心里能舒服吗？他跟永强俩不得闹别扭吗？你们这么干这干嘛呢？你这啥内容啊？都是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说不是叔，我最近直播内容不改了吗？就采访采访咱象牙山的这个爱情史，问到香秀的时候吧，他就是说跟你家以前跟你家有强有点以前那个恋爱嘛，就说着说着就动情，他就哭了，不是有意义的，我也是无意的，谁这样他能说那般话？不不，我知道你就是你无意的，你再无意的，你这你。那你直播的时候你不得有内容吗？你首先是不是把你的内容你首先你得看一遍吧，就是说这个事儿算突发事件也行，那你得立马制止啊，你啊，你不但不制止，你还刨根问底儿的说怎么怎么着，那干嘛呀？你这么整不好，小峰，我今天来找你我就想告诉你这个事儿，以后这类事儿你就别播了。那有那事儿那还怕一说？好事你说行，你这不好关键在你身上，这怎么没人好事？你说啥话呢你？干啥呀？呲鼻瞪眼还要打我呀？啥玩意儿打你呀？我是跟你说事儿，什么玩意儿？你别在这给我贫嘴行吗？眼睛都红了，打我似的呢。你别给我整这没用的啊！这么着，消气儿。啥玩意儿？我消气儿啊？叔，哎，你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爹，别打我！别打我！害怕，我害怕呀！别打我！散开！打我！哎呀，我叔，散开！打我！正发，爸，行不行？害怕？不是你爸要急眼了，又打我！我啥时候打你了？疯了！疯了！我什么时候犯病了？你散开我行不行？你别打我！你叔，你别打我！我害怕！哎呀，哎呀，还打我！瞅瞅，哎，这怎么？哎呀，叔，别打我！你啥行不行？你冷静点！撒开你就打我了，不打了！撒开你！你别打我！你妈生了我，你都把累疼了，你知道吗？冷静点行不行？不是他抱着我呢，你撒开行不行？你撒开，你不能打我呀！你撒开谁打你了？你不打我行？我来找你说事，什么玩意打你啊？谁打我？你能不能？你干啥呢？谁不是你？撒开！撒开行不行？忙你的去吧。害怕！哎呀！哎呀！疯子，你忙你的去。你干啥？你干什么？瞅干嘛呀？什么呀，吵吵！我站住，我事儿没跟你说完呢。来，站住！站住你！爹，你干啥呀？我来跟他说事儿去了，他上来就捧我，恶人先告状，还说我打他，我什么时候打他了？爹，你是来说直播的事儿吧？我就说直播的事儿吗？我听说了，我都没当回事儿，那都过去的事儿了吗？你不当回事儿，我得当回事儿。他侵犯你的利益，损坏你名誉，这我不能干。我告诉你，说我怎么的都行。说我儿媳妇，说你说永强就是不行。行了，爹，我知道了，我没事儿，爹。行，你不往心里去就行啊。你记住，永强是好孩子，对你都是一心一意的。知道，爹，放心吧。那你忙吧啊。你等着啊，宋晓峰。慈祥的母亲，纯农村的笨鸡蛋啊。看看他这个手法怎么样啊？这直播是风机，还真让你给搬过来。其实我就是工作之余呢，也愿意看直播。我觉得只要有真情实感，肯定会有人看的。哎，志叔，你也可以直播呀，你也有自己的优势。
拉倒吧，我这么大岁数可不扯这个。再说我活半辈子了，我也没发现我有啥优势。清明，哎，合同没问题吧？签了吧？啊，好的。哎，今天晚上跟客户吃饭别忘了。晚上我去不上，我要回家给孩子做饭，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今天这个客户特别重要，又是初次见面，不去不好吧？你看，你昨天不说那个今天早点回去做饭吗？孩子们肯定都饿了，你如果要是比我先到家的话，就给孩子们买点现成的。行行行，我买点好的。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有事儿。永强，果园新品种引进的会议今晚上就落实了，你别忘了。哎，青莲，你把这个那个合同我看完了，你帮我邮走。行啊。哎呀，那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结束了，这一天。金平，你先别看了，我有点事儿要问你。什么事儿啊？你知道最近咱们村里的人不是直播情绪特别高涨，大家跃跃欲试吗？我呢就想借此机会办一个直播培训班，这一呢能为咱们象牙山的网络经济储备力量，二也能正确引导大家积极健康的直播。嗯，好事儿啊。但现在吧，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培训老师，所以呢就想问问咱们的李老师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我愿意帮忙倒是愿意帮忙，可是我也没什么直播经验呢。那我教教孩子还行，你让我教村里的叔叔阿姨，就四叔还有广坤叔他们，我可教不了。嗯，那也是。哎，那你说我是上网请一个老师呢，还是去市里请一个？要不你问问董阳他们，淘宝不就有直播的吗？对呀，我这啥脑子呀，这帮专业人士我都给忘了，我就找他们。那解决了，可以把书还我了。哎哎，等会儿我还有个事儿。有什么事儿啊？你最近跟白清明咋样啊？哎呀，别问了。我看明白了，有戏。腾帆，腾帆，你起床了？你自己倒啊。腾帆，起床了，赶紧洗漱，一会儿晚了啊。姑娘，起床了，一会儿太阳晒屁股了。我有点难受。呀，发烧了，快起来，姑娘，妈妈带你去医院，走。哎呀。喂，起早啊。喂，亲家母，你今天在家有事儿吗？啊，我没事儿啊，你有事儿啊，七嫂啊？我跟你说，你别着急啊，腾凤有病了。腾凤有病了？搁哪儿呢？咋的了？啊，没啥事儿，那个小萌带他去的医院，刚回来，孩子就是有点发烧。那现在还烧不烧了？好多了，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给孩子做吃的时候，不知道给他整点什么可口，我合计你要没啥事儿，你过来，从小到大你照顾他，你给他做点可口的，你看行吗？那行，那行，我这就过去。咋的了？那啥，腾凤有病了。有病了？说是发烧了。你看，我就说他们整不明白吧，还犟，赶紧走，快点。退了，没事了。哎呀，亲家，哎呀，妈，快点，哎，爹，我看看，看看，不是大孙女咋的了？大孙女，大孙女，哎呀呀，别别，没事，能行吗？哎呀妈，你就身子汗，来，快快，大爷爷，哎，来，靠着大爷爷，大孙女，难受吗？不难受。不难受，你这孩子
就自己在这挺着，你瞧这脑子呼呼都直冒气呀、啊！来靠着点爷爷啊！哎呀妈，这咋整的这是啊？这咋弄的呀？这是啊？有点感冒了，晚上睡觉着凉了。杨叔呀，你们就以为伺候个孩子可容易了？你知道你妈呀，为了伺候这几个孩子，说实话都挨多大累呀？摸你讲，你得掌握孩子的习性，这孩子就你妈每天晚上都得起来两遍。半夜起了一遍，后半夜还得起了一遍，就得看看。你这孩子有个毛病，还蹬被。你说这肯定是把被褥蹬着凉的，是不是？哎、盖了盖了。带孩子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不怕的。你吃饭没有？我给孩子做了，没吃。哎呀，那做了不吃不等于没做吗？爷爷给你拿罐头了，你最爱吃那桃罐头啊、哦。吃两口，来，爷爷拿。来。酒勺的，你酒勺的。嗯，你去。发现你这个刀工不错呀。呀，今天要面活软了，要是再活的硬点的话，我切的更好。已经很好了。嗯，还行是吧？太行了。哎，你好，买点啥？请问您是谢大脚吗？找大脚啊。姐。有人找你，谁呀、啊？这咋来个帅哥呢？小鲜肉找我。你说我啊，十里八村有没那媒婆？你是不是慕名而来，让我给你介绍对象的？不是，不是你，你长得很强壮又很标致，为什么搞不着对象？是不是身体有问题？我是中医。这职业病整的，逮谁都想看病。你们误会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辽北地区淘宝站的负责人，我叫金岩。淘宝站，淘宝站的是不是？淘宝对。这么的，我们大头现在关门了啊，关门了，不干了，走走走走。你听我说，干啥呀？我们家无宝可淘。哎呀，老黄，真的啊，既然来了呢，就是咱们这儿的客人，是吧？你不能这么说，往外撵就往外撵了。你要是有事的话，那坐那儿，咱慢慢聊，行不？好，来，既然来了，那我听你的，听你的。来，王源。我在哪儿？嗯，你去弄点水去。我不会，我不会呢。我会。我也听说了大脚超市跟淘宝服务站的一些矛盾，在这儿呢，我给您道个歉，真的不好意思。呀，听着没，姐？嗯，人家是来道歉的，肯定是带着诚意来的呀。是这样啊。我们挨罚是50000，让人骗的那个货品呢是12000，你就把这62000给我们报了，我们立马消气儿。网友，你这么说不对。我哪句话说不对了？内容对，语气稍稍缓和一下就对了。哎呀，这个事儿呢不归我管，但是我呢一定会配合公安局的同志们，争取早点给你们一个答复，好吧？那你干什么来了？我觉得吧，大小超市跟淘宝服务站不应该存在这么多的矛盾。他们虽然说是竞争关系，但我觉得是良性竞争，互补的竞争。你可拉倒吧，竞争还有良性的呀？那竞争就是竞争，你们净跟俺们玩阴的。再说了，那你们那淘宝服务站一开，我们这块都没有人了。那是，你看啊，村民想买一个油盐酱醋、烟酒糖茶啥的，还得来大脚超市吧？啊，村民在淘宝上买的东西都是大脚超市没有的。其实淘宝服务站不光是很好的消费平台，嗯，它也是很好的赚钱平台。它可以把农民的农副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可以变现卖出去，这就是我们淘宝意义之所在。可是那钱是你们都赚了，那我们越来越赔了呀。其实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应该在一起合作。不是，那咱们之间能有啥合作呀？听一听，你想啊。村民想买一些新奇特的日用品，嗯，大小超市又没有的话怎么办呢？上淘宝去上货呀，快递也这么方便。再比如说，你可以发动十里八村所有的村民们，把他们的农副产品你收购过来，然后以大小超市的名义在网上去向外销售。把他们的东西我收过来，然后在我这儿进行销售。你的意思是在网上进行销售，那就是在网上我也开个大脚超市呗。对，是吧？
就不光是我这个了，就在网上有一个这样的大小超市。对呀、啊。那到网上，那像你们，那是哪儿的人都能买。那我大小超市要是在网上整一个，所有人也都能在这买东西啊。没错啊。啊，要那样的话，那挺好。到那个时候，大小超市不只是面对我们村的，可以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妈，你吓死我了！整那么大，整全世界去了，不可能！一定要敢想。妈，那得多大胆啊！我可以保证一点，只要你们的质量过关，剩下的交给我。哎，姐，你说到时候你做那个小咸黄瓜，我做那王炸酱，是不是也能往上放啊？那不行，那都三无产品，虽然好吃，那还得各方面的手续，那得赶紧现在就得申报了，申请。这玩意儿咋整？是吧？我刚才都说了，只要你们质量能过关，剩下的交给我，我会帮助你们。啊，所以这个手续啊、程序啊，你就会帮我们了。对，帮也没用啊，我们得卖多少瓶大酱能挣回六万二啊？你咋的？你就掉那六万二的坑里了呢？咱这不往后说未来呢吗？你刚才也说了，会配合那个公安机关帮咱解决，给咱一个说法。如果说你们同意的话，我们再可以谈一谈继续的下一步合作的细节。哎，那你说农产品都可以融在这里头是吧？对。那全国农产品能不能也往这里融？只要你做大做强了，他们都能来找你啊。妈呀，那咱不也可以帮农民朋友一起吆喝吆喝吗？对呀。不是，那确保质量问题咋整呢？我来把关。质量问题呢？我把关。那就所有的一切我们不懂的，你就帮助我们。不会的，我教你啊。你就教我帮我是吧？叫合作嘛。合作伙伴。合作共赢。啊，就大城市人说那个战略伙伴、战略合作。啥都知道啊，还没白来，有点意思哈，有点意思，有兴趣吧？啊，那你同意了？我同意了。那要那样的话，我们这一扩大以后，咱得老忙了。对呀，啊，而且你还得起个名，叫啥呢？叫大脚。我们就叫网上大脚超市。那太啰嗦了。哦，那整个啥呢？大脚走四方。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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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专门在网络上整一个大脚超市，口号就是“大脚走四方”，带你去逛逛。那得多带几双鞋，费鞋呀。那大脚走四方了，肯定费鞋。那我们就仔细再聊一聊一些合作上的细节。哎呀妈！干啥呢？啊？这凳子不有毛病了吗？这不，再买一个得了呗。买一个，那不浪费钱吗？买一个，不，我这儿呢。啊，螺丝丢一个，找螺丝就好了。这么回事吗？走了，别动。你看螺丝一拧，这不就好了吗？你看，是啊，好，这不完事儿了吗？是的，你看，这凳子要有毛病吧，这一修就好了，知道不？这人呐，要是有毛病了，这一半会儿也修不好啊，啊！你这话啥意思？这还啥意思？我这点子你不明白吗？啊？没明白。你点子你就这意思，你快轻点，怎么抓紧要孩子呀？哪天没要啊？没闲着，天天要呢。天天要咋没动静呢？我哪知道啊？是不是你有毛病啊？我啥毛病啊？婚前检查啥毛病没有？啥毛病没有？我老看电视，你是不是成活率不高啊？你才成活率不高呢！你上医院去检查检查。我不去。去不去？我不去。你要不去，我见着你面，我天天啄你，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啊？去不去？去也不行吗？去干啥去？成功率不高。检查啊！哎呀，你喊！今天咋这么突然找我呢？有事儿啊？有事儿就不找你了，是没事儿。水厂资金的问题咱解决了，点点。那还点啥了？行啊，大果呀，还是有实力哈。这么大事这么快就解决了。不是我有实力，咱。
咱董事长要实力，我是个跑腿的。吃饭没呀？没有呢。今天我请。必须你请，这是庆祝的份儿。对，咱还得吃点好的。你就放心吧，钟啊，既然我请你了，你就随便点，买单我来。好了，行不行？但有一样，我把那合同签完，等我一会儿，完事咱俩撤。行。好事连连呐。香秀最近联系了吗？联系了，前两天还来看孩子呢。那他现在干啥呢？他说在什么美容机构上班，但也不干了这两天。大哥，还求你帮我个忙。哼，你跟香秀之间的事儿，我还是不参与为好，顺其自然。上回吃点饭闹那样，啥事儿啊？不是那个事儿。我想给他找个工作，但我怕他不答应啊。哎，你那个香山冰泉在开源这边没有代理吧？代理都没有，好多人跟我谈，但我没放。你给香秀多少钱呢？我出。那不行，香秀那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那要知道是你出的钱，那不得急眼呢。你这样，你也别说你帮他，你就说咱水厂呢有这么个机会落他身上了，他应该能答应，以后你就别说是我出的钱就行。华叔，你真行，通过这件事儿我对你刮目相看，我帮你，但你千万别说是我拿的钱。好。生气了？没有，我咋跟我生气？要不然你就去查查。你也怀疑我成功率不高吗？我不是那意思。那啥意思？我和你这查完了，确定了，不就把咱爸嘴堵上了吗？行，我查去啊。证明一下，我宋晓峰啥毛病没有，健健康康，看看到底是种子的事儿还是地的事儿。你啥意思啊？没啥意思。你说谁是地呢？我说大地、土地、墓地。墓？谁是墓地？什么墓地呀？我说要孩子达到墓地。不是我埋怨你啊，我感觉得你今天呐就没把握住机会，正好趁孩子有病把孩子接回来。你说说他们哪个像能把孩子伺候好那样啊？这孩子一回来了，你说是不是大人也就跟着回来了？你呀就抹不下来那脸儿。哼，我不是抹不下这个脸儿。那你说之前说我对小萌不好，我后来对她啥样，这你心知肚明对吧？孩子，那我对他们不好吗？就包括这次王小萌非得要分家，我不也依他们了吗？是不是？但是临走前我也给他们留过话，我说这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啥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我是留余地了，这次我为什么不张嘴？老伴儿，咱不能说这句话。他们既然能出去了，那就让歹腕他们就过，是不是？如果你现在把孩子接回来了，把孩子养好了再给人送回去，人家觉得还是挺轻松。那如果我们不接，就让他们自己去忙去吧，到最后他们就觉得脚打后脑勺忙不过来了，手忙脚乱的，最后什么都干不了。那个时候他挺不住了，挺不住他就得回来，他再回来还好意思提出分家吗？是不是？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不是那回事吗？你就是死要面活受罪，还唠别没用。我说一句，你有八百句搁那顶着我。行了，你别说了，我饿了，你给我整点饭吧。
这咋还中午呢？还睡觉啊？不行了，我一点劲儿没有。你饿吃，你个人整点吧，我可没那精神头了。怎么的？难受啊？去我都强挺着去。用不用给你整点药啊？不用啊，死不了。哎呀，行了，你躺一会儿吧，我自己整点饭吃。呀，老李大哥在扫院子呢。哦，王云呐。啊。扫院子，你这是干嘛去？银屏呢，上班了。银屏上班了。哎，你说咱家银屏条件各方面这么好哈，嗯，是不是还没对象呢？啊，那没有，嗯，那得催着找了。那着什么急呀？就是孩子不着急，我们更不着急了。那哪能不着急呢？我知道咱家孩子吧，条件啥的都好，咱都不着急。但是往往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容易耽误了。你还是得催着点儿。是，这事儿吧，其实我也着急，我不想抱孙子嘛。是不是啊？但是这婚姻事儿呢，这是个缘分，是不是啊？哎，你说那谁咋样？谁呀？白清明。不咋样。咋的呢？你看人清明哈，工作好吧，收入稳定，是吧？大个，长得也好看，再加上人家从那个大城市来的，还有文化呀，多好。他有文化能咋的？这白清明啥人？这你还不知道啊？他是个二婚。啊，我们家燕萍可是大姑娘，我凭啥给二婚呢？老李大哥，你这思想就落后了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二婚算啥呀？二婚怎么还算啥呀？我凭啥我们跟二婚呢？哎，你是不是白清明让你来的？那可不是啊，那可不是，我就是觉得俩还挺合适的，然后我就提这么一嘴，你知道吧？这二婚是二婚，但是人也没有孩子呀，对不？嗯，俩人也不耽误啥呀，条件好就行呗。我们家事儿啊，不用你操心。你呢，该干嘛干嘛去啊。你看这唠着唠着还唠拧了呢，这至于吗？就忙去吧去啊。再者说了，那这白清明再不好，那还不比方正强啊？你怎么能跟他比呢？刘贤呢？你举报大脚超市在道理上是对的，但是在情分上是不是有点欠缺考虑啊？领导，我觉得打击假货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我觉得这事儿我没错。我没说你做错了，但是在法律之外，咱们是不是应该讲点人情味儿啊？法律面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这个人怎么一根筋呢？行了，不说这件事了。我今天来给你们传达的意思就是咱们淘宝服务站跟大脚超市本不应该对立，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你明白没？不是，领导，你看你晚上吃点什么？小鸡炖蘑菇。高楠，咱们开会呢，晚上吃啥问好几遍了，吃什么有那么重要吗？不，领导，这个村里啊跟市里不一样，你想吃啥咱得提前准备嘛。我今晚不在服务站吃，我去谢大脚家里吃。啊？上他那吃啊？怎么去谢大脚家里吃饭？怎么了？你信不信我这顿饭吃完绝对能让你们化敌为友。哎，对了，你们谁跟村书记杜小双熟？明天我想拜会一下。领导，我熟啊，我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好好好。嗯。天上升起一弯月牙，月牙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人
都管月牙叫月老，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扎，红线儿扎紧两颗心，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啊啊啊啊啊，夜深了，月牙出来了，月圆了，心儿更亮了，今晚夜深人不静，都等着月圆，月圆进咱家吧，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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